高原野牦牛。在高原地区生活着一种野生牦牛，据说这群野牦牛的首领体型非常大，有人说它重1000斤，也有人说重1000公斤，众说纷纭的。阿强，你真的看到过野牦牛首领吗？当然了，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。我那时候一心想捕了一头野牦牛呢，结果没想到遇到了那头牦牛首领。你还捕猎过野牦牛？是啊，要想捕猎野牦牛，必须要在他们要出现的地方藏起来。哎，有时候得藏好几天才能看到野牦牛。阿强，你能详细说一下当初你们去捕猎的过程给我听吗？我非常好奇的。好的，若是你有兴趣，我就讲给你听听。嗯，我很想了解的。阿强，我们都在这里等3天了，你说野牦牛会来这里吗？你耐心等待一下，我相信野牦牛一定会出现的。是什么声音呢？是野牦牛，是野牦牛的牛群来了。天哪，你看那头牦牛的体型可真大呀。我们今天走运了，竟然遇到了传说中的野牦牛首领。我那时用的是老式的火枪，杀伤力并不强，所以只能打他的心脏才能让他致命。哎，可恶，竟然打偏了。哎呀，糟糕，他发现我们了。天哪，他的速度怎么这么快？快跑，这头牛疯了，要是被他追上的话，我俩可就没命了。好险啊，现在终于安全了。以那头牦牛的体型，足以将我们的车掀翻，甚至将我们的车踩烂的。真没想到野牦牛发起狂来竟然这么可怕。其实他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牛群。随着对野牦牛的了解越来越多，我就发现他们真的了不起。在这里，野牦牛最大的敌人就是狼群，当他们无法摆脱狼群追杀的时候，就会有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站出来，他勇敢地留在最后，和狼群决一死战，为自己的牛群争取逃跑时间。但这头牛最终往往也会因为体力不支而葬身狼腹的。啊，真是了不起的野牦牛啊，为了同伴竟然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。没错，自从我了解了他们之后，就再也没有打猎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动物。车子驾驶半小时后，阿强突然看到前方100多米远的地方，有5头狼正紧紧地围着一堆白色的石头。哎，那些狼围着那些石头做什么？阿强，你快看，石头堆里好像有牦牛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2头成年牦牛在保护小牦牛啊。可是5只狼对付2头成年牦牛可有些困难啊。我想这几只狼是实在找不到食物了，所以才会冒险攻击这头小牦牛。这5只狼在等待机会，一旦这2头成年牦牛散开，他们就有机会攻击小牦牛了。啊，阿强，那我们得帮帮他们吧。好的，让我们来帮帮他们。突然响起的车喇叭声让那5只狼大吃一惊，他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冲过来后显得非常恐惧，于是一起飞快地逃走，很快便消失不见了。狼群跑远后，车子停了下来，阿军和阿强从车里走了下来，看着石堆里的那头小牦牛。出来吧，已经安全了，那些狼已经逃跑了。
阿强，你看，他们这是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。是啊，我说过他们是很通人性的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吧，万一狼群再回来，可就糟糕了。他们三个怎么会离开牦牛群呢？离开了牦牛群可是很危险的。谁知道呢？或许是掉队了吧。希望他们能尽快找到自己的牦牛群。阿军和阿强驾驶着车走了没多久，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一群野牦牛，个个都身强体壮。天啊，竟然有这么多野牦牛，真是太壮观了。壮观是壮观，我们可要小心一点啊，万一惊吓到了他们，那我们可就危险了。这些牦牛足以将我们的车掀翻。是啊，我们可要小心一点，不然真的很危险。哎呀，糟糕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熄火了。哎呀，赶快把车发动起来，我们不能离野牦牛群太近，万一惹怒他们发狂起来可就糟糕了。真是糟糕，怎么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呢？阿强，阿强，你看，野牦牛注意到我们了。看这个情况不太妙啊。哎呀，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啊？天呀，这头野牦牛的体型可真大呀。哎呀，不好，是野牦牛首领。这就是那头传说的野牦牛首领啊，他的体型可真大呀。对了，阿强，他腿上的那个伤疤不会就是你以前用枪打的吧？没错，那就是我打的。如果他认出我来，那可就糟糕了。阿强，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他怎么可能还认得你呀？不好，他认出我来了。怎么可能会这样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他竟然还能认出你来。阿强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，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阿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野牦牛首领，瞪着两只闪动着亮光、手臂粗细的巨脚，低着头朝车子冲了过去。哎呀，他的力气好大呀，冲击力简直就像撞车一样。不行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可真的就凶多吉少了。赶快发动汽车，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。这下可彻底完蛋了。现在我们是真没有办法了。希望能遇到路过的车队，否则我们会被一直困在车里的。我想，他绝不会只想将我们困在这里。那一年，愤怒的他将我的猎枪踩踏成一团废铁，我想今天他还会这样做的。天呀，他们这是打算将我们的车也踩踏成一团废铁吗？阿强，怎么办啊？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辆车，不然我们可能会变成肉饼的呀。离开这辆车，那样的话他们会直接攻击我们的。这么说，我们今天是死定了啊。牦牛首领带着那几头强壮的野牦牛，不疾不徐，慢慢地后退了几步，然后低下头，准备再一次朝车子发起再一次的攻击。看来今天我们是死定了。慢点，不要冲动。请你们不要冲动，听听我们说下。快走开，不要挡路。请你们不要伤害他们。首领，请你们放过他们吧。你们俩想干什么？快给我闪开！我的腿当年就是被他打伤的，今天我要报仇。对，我们要将他踩成肉饼，替首领报之前的仇恨。首领，求求你们放过他们吧，他们救过我的命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他们救过你的命？是的，我因为贪玩，结果没有跟上大家的队伍而掉队了。爸爸妈妈去找我的时候，一群恶狼出现了，他们将我们包围了起来，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将我吃掉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们出现了，是他们赶走了狼群，救了我们。
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尊敬的首领，您说过我们要知道感恩，他们救了我，所以请不要伤害他们，请首领原谅他们，放他们走吧。好吧，既然他们有救过你们小孩的命，我就也放下之前的仇恨，让他们离开吧。谢谢首领，谢谢首领。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走了？他们在做什么？啊，这不是我们刚刚救下来的那头小牦牛吗？他们刚才好像跟牦牛首领说了什么，原本想要攻击我们就放弃了。看来这三头牦牛也是这个牦牛群里的成员。这三头牦牛刚刚是替我们求情救我们呀。哎呀，阿强，太棒了，我们得救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刚刚没有救那三头牦牛的话，今天我们必定会被这群牦牛踩死的。善恶有报，这话真是千真万确啊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命，感谢